来海口吃美食总是绕不过一碗海南粉的，它可不是整个省米粉的统称，而是海口人最常吃的这种粉，和鲍螺粉、厚安粉、陵水酸粉一起被称为海南省的四大米粉。今天雪雪在海口的人民西路来一碗当地特色正宗的海南粉。这边是分大中小碗，我们要一个中碗就可以了。以前吃的米粉大多都是刚从锅里捞出来的，这次的海南粉呢，米粉是提前做好放在一边的，吃之前呢再调味儿。它的米粉看起来非常的细，也非常的软，随手一揪都是很大的一块。之后要加上炸面皮、炸花生、肉丝、豆芽等十多种小料，一番操作之后，米粉就被牢牢地困在了碗底。最后呢，要浇上黝黑浓郁的竹笋芡汁。好，再吃打包啊，再吃。来碗干。我这次是点了一碗10块钱的中份的海南粉，但是里面的人实在是太多了，我被迫到巷子里来吃饭了。好多人都是站在巷子里吃的。哎呦，我忘了说了，他这碗海南粉看起来卤汁特别的重，上面放了花生、炸腐竹、豆芽、蒜末，还有猪肉，哇，料还是很丰富的，眼花缭乱的。它这个粉是这种特别细的粉，看上去就是特别的软糯，哇、哦，赶紧要尝尝，看样子是味道特别的棒。它这个粉是凉的，吃起来还有点酸甜口呢。不过它的这种酸是米粉发酵的这种酸味儿。它的粉是很细的，你看我稍微的拌一下，芡汁几乎都会包裹住米粉，让米粉吃起来是非常的润滑，而且夹杂着卤汁的这种甜味儿。如果觉得这个粉特别的厚实，其实它前面是有卤汁的，可以自己再加卤汁，就是调和一下。它这里面加了一些蒜末，特别的提香和提鲜。别看这碗海南粉卖相不怎么好看，但是味道特别的棒。还有，他们这边有一种特别的汤，配着它一起吃的，叫海螺汤，待会儿我要去盛一碗尝一尝。哦，海螺。终于找到位置坐了下来。哇，有点甜啊，这种海鲜的味道，鲜到掉眉毛呀。